日前，性感女神喵喵巩新亮在网络上发布了自己作曲的新歌《失控的我》，编曲大量运用了时尚流行的电音元素，以及大胆真实的歌词态度，令这首歌一度登上各大网站的热门排行榜。最近一直陷入与郎朗分手传闻的巩新亮似乎并没有因此而影响工作，今日更是再次曝光了一组全新的宣传照，毫不吝啬地继续秀自己的好身材。在上一次清纯与妩媚的激烈碰撞之后，一直走在时尚前沿的性感尤物喵喵巩新亮，此次曝光的照片更是将性感进行到底。下装只穿着一条蕾丝花边的高筒黑丝，上身红色流苏披肩下的半眼暴乳与性感锁骨，再搭配喵喵的烈焰红唇和酷炫墨镜，令人大赞尤物的同时，更是情不自禁地联想到了性感天后麦当娜。腾讯娱乐整理报道。